家好。哎，太小声了啦。好不好？我可以戴眼镜吗？这样就会比较看得清楚。我是苏雅，苏样。有听过我的举手，不没有听过我是最好了。我们今天就是重新认识。啊，今天是情人节，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呢，嘿 ，hello， 然后今天很开心哈、哦，我真的特别从台北的淡水海的那一边过来，来到你们台东的海，那很开心今天跟我的好朋友们哈、哦，今天为了情人节，我今天特别选了很多耳熟能详的情歌，尤其是80年代的，哈、哦，我上半场都会唱西洋的。然后下半场会唱中文的，好，所以今天的这个情人节特别的演唱会叫做苏雅的情人节歌单，所以我其实今天哦，我很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享受这些所有这些特别的这些情歌的这个氛围，回到那个时候你听这些歌的感觉，有很多都是主题曲，好不好？如果可以，你们一起唱好吗？好。啊，先讲一下，我今天穿的有没有很漂亮？有。啊，有的话给他鼓掌一下好吗？我希望能够有一点浪漫的感觉，虽然我们现在上了年纪哈，要找衣服很难呐、啊，什么都不能弄。首先，先带来的一首，等一下唱了你就知道哈。我今天是说，今天我们把它当成大家的卡拉 OK 好吗？想唱就给他唱，我最希望的是今天在场的所有大小情人，不管你有没有情人，我们都是有情人，都可以有爱的感觉，好不好？等一下听了这个前奏，知道什么歌了吗？当当当当，猜一下。哎呦，年纪到了，对，会知道这首歌的，一起。哦，
来，我很喜欢跟大家互动。哦，好，台东的举手好不好？台东的，哦，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的最新的项链哈，这个眼镜项链，我的眼镜项链，台东的一个，那宜兰的，从台北来的有没有？哎，欢迎，情人节快乐！还有哪里？快点，还有哪里？宜兰，哎呀，我的老乡，我是宜兰人，南澳。来，这是哪边？嘉义，嘉义的欢迎你们来。还有谁？高雄，高雄，哎呀，千里迢迢哈。点一下你们呗。还有哪里，弟弟？台中哦，哇，台中是台中吗？啊，台中很好呢。还有去你们那个美术馆，非常好。还有谁？我希望每个人都看。我跟你讲，等一下我们还有谁？啊？新竹啊，哈嘎宁啊，啊不是，有客家人吗？没有哦。等一下，我跟你说，跟情人一起来的可以举手一下吗？我们不会直播啦，我们不会拍你，耶！哎，今天你们要开心好不好？我今天专程来唱情歌哈，你们如果没有相亲相爱，我这场就没有成功啦。我们就是要开心哈，相亲相爱。那如果今天可以促成一段好的姻缘也不错哈，看一下你们隔壁有不错的。跟别人的情人来的可以吗？跟别人的情人来的啊，那我们就要授权的，要授权，授权，有充分的授权就不会违法。我们今天就开心一点好不好？好哈，我今天刚才是那一首歌叫做，我觉得我自己在做这个歌单的时候，我第一首真的就挑出这首歌，那个时候这个。第六感生死恋，其实它的原文你知道，在电影 原文叫做 ghost， 鬼呀、啊，你知道吗？真的，我们给它翻成第六感生死恋，这是戴米摩尔跟那个叫什么男主角是谁 ？Patrick Swayze。史瓦兹他刚过世，在 ghost。真的吗？那去年还是前年吧。如果那时候翻够，哎，讲话的是王老先生呐、啊，给他鼓掌一下。我还没有买到地。王继山老师，好。就是如果那时候翻译不是翻第六感生死恋，翻鬼魂，就没有人看变鬼片了、啊。对，你看第六感生死恋，然后里面就是戴咪摩尔有没有？跟那男主角最厉害的那一段叫什么？你们讲。两个怎样？做爱。不是啦，在做陶土啦，做陶土，对不对？就很美嘛。然后还有那个戴咪摩尔，有一个术语叫拉胚，拉胚啊，所以不是做陶土，拉胚，做拉胚，做陶土有很多种，陶土算文创的一种，手拉胚啦，做手拉胚。听说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去学手拉胚，而且那个戴咪摩尔剪了一个短发嘛，对对对，大家全部都去剪短发了，好好听哦。剪完短发就以为可以做手拉胚。好了，我们不要再聊了。接下来第二。